那个地方没有火哎、Can I order some room service? No. Out my sight, then I would have no life. Hello, 大家好，我是 Cindy 啊。今天的 vlog 呢？又是我。我们俩今天又 match 了啦，好恶心哦！好恐怖。我们昨天已经 match 了一次，今天又 match 了一次，而且是从头到脚。在这个 vlog 开始之前，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三个今天的成果。虽然 Witty 现在不在这里，哒哒，来，你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公司送给创作者客户的中秋礼盒。哎，我把你腿拍得好长哦，快点！是本来就长。快点，谢谢我，快点。本来就长。我们今天包这个包了一两个小时有吧？赞。然后这个帽子是跟 Gordon 买的 Feather Coat， 知道吧？嗯，然后它是可以里外就是这样子翻过来的。那今天的 Vlog 呢，是我想要去做一个 Staycation， 因为最近你知道疫情关系，大家都不能出国，所以很多人都在做 Staycation， 所以呢我这次也订了一间酒店，就是这两天要去住在那边。等一下，别人做的 staycation 是去玩去放松的，而你去做的 staycation 呢是去那边工作的。没有没有，是 staycation， 但是是 work from home version。没有，就是换个地方。换一个地方没有我哎，都不好、啊。换个，我平常也见不到你吗？哎，其实这帽子好像越看越好看。好看吗、啊？嗯。今天是星期四，所以我订了两天的酒店，然后你们看到后面。那两袋东西就是我准备要拿去酒店 stay over 的，好期待哟！没有我不会好玩的。现在已经快要七点了，请问你准备要下班了吗？我在等你啊。哦，你在等我是不是？好，那我们就等一下见吧，拜拜。Do I need to put the address? Oh, no, it's okay. So, okay. I know you're just here for good fun. It's over before it's bigger. Okay, so I can use credit card. Fall for figment of my imagination. Don't be a stranger. Let me get to know you.现在进到房间了，然后我现在人长得非常的狼狈，因为我刚刚去上完舞蹈课，就是全身都很狼狈。对，这算是我在香港的第一次 staycation。我上一次在香港住饭店好像是超过一年之前了吧？对，这间酒店我是在一个叫 Kayak 的订房网站上面找到的，他们有一个像比价的功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在哪一个网站上面订会比较便宜。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做一个简单的 room tour。那这个是门口，那门口进来之后呢，哇，有这个美丽的大理石，然后耶，还有我，然后这边是浴室，这个灯在哪里？还买地狗。OK， 买冰果啊 ，OK。哦，哇哦 ，OK， 看来这间走的是一个大理石的风格，然后哦，这个镜子好美哦，然后这边有一个化妆镜 ，perfect， 基本的洗手槽的东西都有，然后哦 ，sorry， 这个是吹风机，然后哇哦，这是什么？好可爱，浴帽、卫生带、梳子、剃胡套装、牙刷，这个要拿出来，还有什么？马桶先冲一下，然后这里呢就是沐浴间，哇，这沐浴间也好美哦，是干湿分离，这个是一定要的。再走出来就是我们的房间啦。那我这次订的，我看看还有没有灯啊。那我这次订的是一个 king size 的，所以它的床很大，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出来 staycation， 然后有两张床就有点怪怪的。
这边呢看出去应该是一个海景，但是因为现在是晚上，所以看不到，就明天再来给你们看。好，我想要洗澡。有人跟我一样，就是住饭店的时候会习惯先把自己的东西先就是你知道归位，就是有一点你知道布置自己梳理台的感觉。有吗？有人吧？有吧。Never thought that you could be standing there so close to me.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that I should say, but words can't wait until some other day. 我现在换好衣服，然后我准备要去吃早餐。每次出去玩，然后只要是住酒店，我最期待的就是早餐时间。虽然我平常其实蛮常 skip 早餐的，但是 staycation 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早餐的 part。对，我昨天出门之后才发现，你知道吗？我忘记带多的口罩了，所以我昨天又跑去买了一盒口罩。没有想到来吃早餐的这个餐厅啊，人比想象中多很多哎，现在里面应该有八成满吧，我觉得。生意好像还是不错的。刚刚坐在我右边的那对夫妻叔叔阿姨，貌似在 judge 我，就是拍自己这件事情。我好难得喝到酒店的咖啡是好喝的。我今天给自己弄了一个超丰盛的叫什么早餐盘。머리를빗는이빗소리밖엔비가오나봐들리는빗방울들이땅에떨어지는소리전해지는전생고대체뭐야너는비법이아침에일어나서부은눈이너무아름다운너이대로조그만조그만 Hey girl, 我现在准备出发去一个工作的 event， 然后等下就会再回来酒店。紧张吗？你等一下要干嘛？大家赶快去冷历史的官网看哦！不是官网，是 Facebook。耶！好，我刚刚前面那个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我现在回到我的房间里面。然后你看，回来的时候已经都被整理的非常的干净。然后哦，看看这个 view， 我真的很想要今天就一整天盯着这个窗户，然后看看书发呆一下，应该会很不错的。如果我今天可以躺在这里看书发呆一整天就好了。好，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来 staycation， 然后还要工作的原因。其实我本来是打算这两天就是请假，然后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假期这样。但因为怎么说，就是工作有点临时 pile up， 但是我酒店已经订了，所以就
By the way, let's appreciate this purple mask. It's beautiful.这次是一个人的 staycation 嘛，那我一直很想要做一件事，就是我过去从来没有做过的，就是什么 in room service。没错，我要来叫客房服务，听起来好像很老土，就是说哦，我今天来体验客房服务。哦 ，OK， 来看一下它有什么，不然会不会很贵？会不会破产啊？它上面好像没有写价钱哎，我会不会破产啊 ？Oh no！ 哦 ，OK， 还有写价钱。OK. Hi, can I order some room service? 欸，我以为我是直接在电话里面跟他点餐呢，但他说好像等一下会有另外一个人来 take 我的 order， 我感觉自己备受礼遇。Hello? Yes, so can I have a spaghetti meatballs? Yeah, and can I have a glass of wine? What kind of wine do you guys have? Yes, by glass, that one. Okay, sure. Thank you so much. Bye. Good morning， 今天呢是我 staycation 的最后一天，然后我现在要去吃早餐。我昨天大概是9点多下去，然后就人超多，然后我想说我今天一定要提早去，结果然后弄一弄，现在又已经9点了。我的 outfit 呢，这次我总共带了3件衣服，3件都是白色的上衣，所以 yeah。因为下面人很多，我就不带相机下去了。那我们就等会儿见。现在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所以我就准备要 pack， 然后就回家了，结束这一次的 staycation。那我想今天的 staycation vlog 应该就差不多到这里。不过，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好了，就这个是我第一次的 staycation， 如果撇除掉之前可能来香港玩然后住酒店之外，这个是我多久啊，一年好像是吧。我上一次住酒店好像就是好像是二月去冲绳的时候。对，其实我本来打算7月或8月就是就要来 staycation， 但是因为香港疫情反反复复，所以那时候我就有点小担心。但这一次来，我觉得整个体验都蛮好的。然后其实在这边的住房率比我想象中还要多，因为我们刚在排早餐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服务生他手上有一个表嘛，就是他会登记说哪一间房有人，然后他的 package 有包早餐这样。
欸，很满呢。我这次住的这家是 High Eccentrics， 在北角，然后他们整个的环境啊，跟消毒啊，跟一些防疫措施，我觉得做的都还蛮不错的。例如说，我们刚刚在 cafeteria， 就是每进到食物区，你就要消毒一次手。所以，假如说你想要拿两次的松饼，你就要消毒两次手，这样。好无聊的 fact。Just in case， 如果有人想要知道这一次 staycation 的一些资讯的话，我会都会把它放在资讯栏里面。Gonna say goodbye to this king size bed, the beautiful harbor. Okay, bye. Told my brothers one day we gon' make it. We just gotta grind for that paycheck. Mama told me one day I'll be famous. Remember when she used to say she hate us? That ended with life when I say shit.Now I'm inside all them people's playlists. So one day I'll be starting.